超大的一个聚宝盆，银石水晶碗，内蒙古的银石，这得好好拿呀，不拿的话就碎了。我担在腿上哈，这样子比较稳妥一点。来，有老铁喜欢这个超大聚宝盆碗的可以联系我啊，纹路特别帅，特别 sexy， 特别的漂亮啊，这个薰衣草颜色很棒，而且中间是带这个绿色，我们这个抛光是金抛的啊，是我们那个经验丰富的师傅手工抛的啊，不是那个机器晃桶晃的啊，这么薄它也晃不出来，对吧？然后喜欢的跟我讲好吧。然后我们底部是切平的啊，底部是切平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底部也抛了一下，也抛了一下，这个所有的纹路都非常清晰啊。然后这一颗适合摆在家里的财位那儿，